主料玉米500克，辅料油盐糖葱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玉米煮熟去皮切块，放油下锅，起锅前撒上葱，装盘后淋上香油。烹饪技巧，玉米去皮时，有些人手会痒，没关系，手在火上烤一下就没事了，也可先放水里煮烂，然后再放油炒也行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